Gloria， 它的中文翻译是什么？不知道跟广告有。有，尤其是超大的。拿出嘛，拿出给你好不好 ？OK 吗？可以吗？他说汤姆熊。啊，答错了，答错了，我马上进行惩罚了。汤姆熊妹。汤姆熊也想得出来。这一题是粉丝们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哭了出来？哭了出来要好好的，还是你很常哭？示爱。示爱蛮多的，那么印象最深的哭到蛮多，我都没有哭的。但我其实真的是前年的生日会，我觉得印象深刻。为什么前年的会让你哭的？因为前年其实他们一直给我打气跟鼓励，然后去年啊，不是前年，然后我自己又觉得很感动。对，然后就是自己会感受到那种，就觉得有的时候当演员或者是做演艺圈的工作，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蛮孤寂，对，孤单，就是孤单。可是其实又有他们的积极在背后，对，他们的就是背后的这种推我的这种动力。其实，在前年感受蛮深刻的，特别感到窝心。对，然后去前年是我还有放一些米西亚，然后还有请到那个嘛天王老爸爸帮我录一段米西亚，所以那一年哭得特别凄惨。嗯，这个回答